乾嗰啲片成日都會彈嗰啲啊嘛。哦，原來係咁。哦，有冇含過撚？家知啊，五個，即係一個冇邊個咧？我咯，我冇啊。你有冇拍過拖啊？我有啊。男定女？有經驗豐富，大家好，歡迎收睇《EG大國際》。好久都冇拍過啊！超大尺度嘅手機，真心話不冒險聚酒飯。介紹一下今集嘅嘉賓先，就係陪咗我瞓好多個月嘅漢仔啊！大家好。我係生日嘅，都係射手座，係射手座。我通常喺臨瞓嘅時候都會睇，我好中意睇陰謀論，係 Urban Legend， 所以我就陪咗你好多嘅夜晚。係啊，今晚就你陪翻我玩呢個 game。好啊！我點介紹你好呢？人面獸心，你講嘅呢個，我諗大家最近 IG 見到啦，咁我同Badlist 852就一齊 collab 咗一啲衫褲啦，咁然之後佢就係 Badlist 852嘅老闆啊。點解會揾佢出嚟呢？就因為呢條友真係黐線嘅。我唔計你啲爛 gag 啦，我第一次出咗呢一件 T 啊，咁我問佢，請問咩意思咧？呢個圖案，佢同我講買衫最緊要係乜嘢啊？係大小適中。咁呢件咁真係哇！最黐線嘅係我，我好啊，美女代表啊呢度有三妹，哇！我睇 video 見到你，我第一次揾到你過嚟拍片啊，跟住仲有 Janice， 哇！有蘇蘇，哇！你哋知道這條是什麼片來的嘛，上得來如果我不知道沒計逼你講解一下我們每個人就因為這個系列實在太經典了，所以在這裡就不講玩法了。真的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右上角的資訊卡那裡看之前的集數，再不是其實你看我們玩第一條就會立刻明白的。今集都很瘋癲，記得訂閱了先。這隻 game 是不可以講大話的。是啊，講大話會行水運很多年，半紅不黑或者不紅，是啦，走下波，走下走下波。英文的，為什麼是英文？英文不是我，不是我，你這樣很大話，我都不知道說什麼，我完全不明白。 Prefer MMF or FFM？ 兩男一女還是兩女一男？哦，是不是你的？還不是你？還不是我，我所有男人都想兩黃一後，不是兩頭一黃的。總之兩黃一後就是 O， 兩 LMF 呢？你不要搞亂我，已經很亂了。然之後，如果兩女一男就是 no， 唔係講真，兩男一係 yes。邊一個起？係咪你起？唔係，唔係。咁係你起㗎？唔係。係你咪你起㗎？唔係啊。係你起嘅。我都會話唔係嘅。唔係，個個都會。咁得翻你啦。唔係喎，你呢個問題係冇呢個未試過嘅選項喎。咪 prefer 啫，係啦。問唔係我呢個問題啊？係呢個問題啫。如果呢鋪唔係三三，佢真係。你破壞生態，即係我哋其中一個都想嘅，你知啊？係。咁你哋都可能想即係兩個男人嘛？哦，即係交換，係啊，即係真係好貼心咁樣。我知你哋會唔會頂唔住啫？哦，係咯。我唔會咯，我唔會咯，我唔知佢哋兩個，唔知佢哋。下次俾個電話我，一個 no， 一個 yes 啊，一個 yes， 兩個 yes， 兩個 no， 三個 yes。咁你輸咗，你要飲喎。未啊，仲有一個。Hey， no 啦，三啤酒啫，醫生係完畢啦。有冇試過幫同性自慰？對男仔好有疑問。即女仔應該冇可能。女仔比較難做呢件事。咩啊？女仔做呢樣嘢有學名喎，男仔冇喎。有學名咩？你知㗎？咩啊？互相幫忙，豆漿磨豆腐啊！OK， 男仔有學名，格劍咯，格劍呢啲中文叫鬥性喎，吉士啊，唔係呢下，佢唔明個問題啊，哇，教得好快喎，你零或者一嗰啲零有冇噶？零有，零有，你係零定一啊？誒，佢應該係零，我估一，我係一，我係一，都係估三啦，三。傷喎，唔係，我估零，我都係零，一，通常鬼仔性格都會做下啲奇怪嘢，都唔會咯，但係唔會咁奇怪嘅去到，一開，唔好成日歧視我啦，我冇，唔係話你啊，唔好針對我，啊嚇，冇啦，有，邊個估一啊？邊個估一啊？嘿，一啊！系啊，边个个样最最可疑啊？最心虚咁样。我觉得阿神咯，佢仲要摆零咧，摆明系摆脱嫌疑咯。系
即係我都覺得。唔係喎，但係個神都似喎，其實即係你係個人比較奇怪咧，你咩都做得出咁多。哦，唔係㗎，但你要飲我嚟飲。我真係聽啲男仔男校男仔 friend 講過咧，佢哋係會喺廁所摸下。但唔係機喎，即係可能咁樣啱啱對呢啲嘢有貨。啱啱出毛毛，咁嗰啲唔計自壞，互相研究。喂，點解你唔係即係自壞個 concept？ 唔係自壞，係直至去到咩啊嘛？係咯係咯，要完事嘅。完事咯，係啊。除非冇話完都試下。咁女仔點樣為之完咗事？真係真係，唔係。咁所以點樣完事，女仔先知啊？正常。咁係點樣完事啊？你咁係點樣完事啊？噴水，其實我哋都未試過。你係咪睇太多 AV 啊？噴水邊個講噶？邊個係 yes 嗰個？邊個係 yes？ 邊個係？有冇人有冇人試過噴水啊？嗱，本身好保障嘉賓嘅，本身呢個節目。咁個仔其實咧，你想自己講出嚟？唔係，我真係唔係我啫，我喂，我熄咗機之後先講咯。我自己好奇想知啫。視頻決定要擺會員片啦，依家個第三條啦，我發覺變咗少樣。啲題目太勁啊，所以要揾男朋友代替啊。細路妹仔啊，有冇含過撚？好好笑喎呢個問題。大家到底係諗緊有幾多人有，定係諗緊自己到底有冇啊？因為我覺得我覺得點樣擺張相去咧？點衫啊？你會留意隔離已經唔係 Janice 啦。唔好意思啊，但其實呢個衫咧係即係我覺得男士咧應該係會有試過下自禁。係，唔係，個個識瑜伽啊？你覺得？轉翻條耳。呢個就係暗望仔同阿神咯。點解你要揀你？你好想飲？唔係。我覺得係衫嘅衫，點解係衫？因為女仔有三個。哦。爆個頭咩？你咪開始再下咩？女仔有三個位位位？唔係，因為通常咧呢個機有二數嘅，咁我哋以為二咧就又變咗三，以為零就變咗一咁樣係嘛？所以我都估咗三嘅其實。哇！一。係啊，我估三㗎，咁你唔知㗎嘛？我都估三。頭先零又變咗一咁樣，你都係咪？我估二。我估三，我估三，我估二，我估二，我估二，即系估三嗰啲系即系自己都有，系咪？有嫌疑咯，有嫌疑咁講，咁你咪好奇怪咯？你兩個啫，有啦，一個有，二啊，兩個有，唉，真係。你唔好打 Game Boy 啊！你唔好打 Game Boy 哦！四個仲係四個，咁我乜嘢？喂，有人知啊？五個，即係一個冇邊個咧？我咯，我冇啊！我勁啦！今次你冇得我爭位，唔係埋單，邊個係我？唔係埋單，呢個係的確係我，呢個我係啊！黐線啊！有冇搞錯咗啊？大家知唔知道圓形係有啊？佢喺度換牌啊！頭先你咪打 Game Boy 啊！我冇啊，太型啊！我真係冇啊，有我會型噶，有冇但係冇啊，冇啊！喂，可以 cut 機喎，我哋拍到呢度，我可以 cut 機喎 ，E.G. 可以啊，大家記得訂我呢句。拜拜，有冇行過？作為唯一一個冇行過，我依家好撚驚啊！我嘛，而家每個人都自保緊咯。最好笑係咧，佢哋兩個喺度係咁話冇啦，佢係冇出過聲㗎。唔係有，好衰，默認所謂默認就係呢啲啦，係嘛？之後都係，你收聲啊！我唔歧視你，唔係我啊，一集集都屈我機啊，黐線啊！其實你男朋友係咪有呢啲癖好？其實我都諗緊。係我真係飲啖先啊！我想問你，有之前有冇拍過拖㗎？梗有啦，我好想男女哦，你有冇拍過拖啊？哦，有啊。男定女？咩都試過，咩都試過，就係經驗豐富。好，到你抽。因為我好耐冇。喂，細姐呢字，有冇試過口交時閉氣、換氣再繼續閉氣？我唔記得，即係點啊？大算唔算咧？即係大個流嘅，即係咧。如果咧，你喺大髀內側聞一個海螺咧，佢貼佢張耳仔貼住你嘅海螺，就會聞到大海嘅味道。我即係覺得臭，所以就閉氣，跟住離開換氣。
換氣之後再幫你閉個。唔好成日抽開豆咁啊！我四咯，我四個，我五個，我都五個，我兩個，三個，四個。唔係因為我覺得好唔 make sense 嘛。一個，一個，好嘢，一個。嗱都唔 make sense 噶。好嘢，兩個。Yes。好嘢，兩個喎。你哋係咪唔明個問個問題？飲先，淨得兩個。飲啦，冇咁多。有冇試過 J 色情卡通片 ？J 即係睇啫嘛，係嘛 ？J 即係 J 嘅智慧。卡通片係喐嗰啲啊？喐嘅 hentai 卡通係 hentai， 還有色彩 hentai 卡通會令你夢幻變真，你一定有。冇事。你有冇？我冇啊。你話啦。其實難估啊。四三，我估五，你估五添啊？哇！你咁嘅，我估男人會三，男我都係啊，唔係因為 porn 嗰啲片成日都會彈嗰啲啊嘛。哦，原來係咁。哦，你點會知道嘅？你唔係最清楚嘅咩？我唔點會清楚呢啲啊？唔係，即係我哋唔知彈咩喎。係咯，你最知道彈咩？仲要個廣告嘅模式。佢賴嘢啊！我估四，我估二啊，我估五，四三三。哇！一個，一個，一個，兩個，三個，搞錯，四個，四個，我又啱咗啦！後屘原來有啲係播女仔睇，啊唔係，係咪都可以播女仔睇噶啦 ？Sorry。即係你睇過，唔係因為你頭先講得咁清晰，佢以為你成日睇。哦，係啊，即係你係睇開嗰啲嘢。咁你睇開邊個網站嘅 ？H Enemy One， 我心裏點樣都肯定係你㗎啦。冇啊！唔知大家知唔知我哋呢個系列不嬲都有呢個電子質嘅系統。咁你覺得呢個邊個先？認住咗先，我一陣間再叫大家寫設置啊！一人講一次嗌啊！嗱，你牛丸啦，而家啊！大家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我呢，就即是代表这条片有下一集了，实在太长了，大家看看。你们刚才在看的是这一拍，下集是这一拍，下集回来见。还有少少想讲，少少个人广告时间，相信大家都知道小弟很喜欢穿工装的了，今次就跟本地品牌 Backlist 852一起联成推出了整套的工装衫裤，主题呢老闆是真的癫的，是什么大小適中，有反轉可以做另一隻色的漁夫帽啦，有我依家著緊嘅呢件馬甲背心，有做到屙尿位的多袋工人褲，而我最推薦的就是我依家著緊嘅呢件 T 恤啦，係用240g 嘅棉啊，咁點解係240g咧？問個老細之後咧，佢就係同我講240g嘅棉咧，就係冬天嘅時候唔會太薄，夏天嘅時候亦都唔會飛釘，成 set 買咧係有優惠嘅，而且依家仲做緊 promotion， 可以攞到佢哋嘅50蚊 coupon， 想支持一下小弟或者本土產業嘅朋友咧，咁可以喺樓下 description box 嗰條 link 嗰度睇下，係啊 ，ET 大個仔都係本土產業嚟。